我就参加崩背，崩背你要回去，啊无安尼啦，注意听啦。我只要物件来客起，恁绝对惊到啦，好不好？听好无？不是，是一个摆摊。听好无？注意听，唔好讲话哦。我即摆咧讲话足重要了。我这首客起，我上届无了2000几股，全部人客卖讲我要卖啥物互你。钱若无客，我物件客起来介绍，你免买啊，我无卖你啊。只要你信任我这个头家搞，全部钱全部拢我。100块啦，100块。1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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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
我来讲啊，有给一百块酒票票，有给一百块酒票票，来签到。事情走走。老板，你上台。我先跟你请教一下，你有给一百，敢有无吃牛吧？无吃牛吧，酒票票，我退你钱，我给。这拢了钱的哦，真正是了钱的哦，拢有啊、哦，谢谢，感谢你啦。一包叫黑胡椒牛肉串，一包卖149块，两包卖300块对不？唔免，你有给一百酒票票？一百了，感谢你的支持。多谢啊！真正叫你欢喜的哦，我来讲，愈后边愈刺激咯，愈后边愈刺激咯，愈后边愈刺激咯。你那差到这边了，你欢喜的啦。来一个，来一二，这拢了钱的啦。三四，一包我做，你大概欢喜的哦。贵人，来你个贵人，我大个啊，无给钱的就不给啊。这了钱的你若无给钱，我就不给啊，就不要怪你了，收着，收起了。来，收着。来，恁听我讲哦。然后再用烤箱用的。烤箱用我烧了啊，来，这支是叫秘制鸡腿，规支拢无骨的，规支完全无骨，啊，你等下真正这调味拢调好啊。你有买到100块牛排，我讲恭喜啊！迄当个你甲行，你甲真正的行啊，有够好食啊！我真正了钱哦，恁个啊！来，这支鸡腿要食，卖互你开500，卖400块啊！爱成骨的，你卖买新鸡翅，只要买到秘制鸡腿300块了。300块啊！有人要食鸡腿的无？300块。300。秘制鸡腿有人要煎的无？300块了，300块。注意听啊，共阮一箱尔啊！注意听我介绍了啦，这规支鸡腿拢无骨的啦，这支够送你啊，这支够你啊。这支鸡腿强将的啦，这大公司做出来哦，啊我来讲品质有够好的啦，我这支够你啊，这支够你啊，这支够啦。鸡腿无啊，全部照顾，金龙山六个人加鸡翅，新鸡翅的人加哦，200了。来200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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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皮啊！两皮啊！后边啊一个啊！鸡翅的手了着。来两皮啊！不是安尼尔啊，今仔第一工开工，要你欢喜的。这支免钱，我要请你吃。这支免钱，我请你吃。最后一个价钱，免500，免400，300拢免啦。这支过来，200。三个啊，降价到单支啊，无啊。两个。好，三个啊。没有，无啊。现在拢我你欢喜的啊。来，感谢你。来，你搞那个菜刀过去。你搞有人要吃虾啊？无，虾啊，搞有人要吃。来。这包是菜刀粿，好、哦，这一包10块，这港式的平底锅小块煎着的做起来，帅你搞起个大块。你要吃菜刀粿，只要给两包就是20块，唔免300，200都唔免。一人买两包20块，怎么称？哦，新给一个人给200了。来两包，两包。有人要吃港式菜刀粿无？港式萝卜糕200块了，一包小三啊，好不好？30块的菜刀粿，40块哦你，四个人给拼一个一平两个。40块哦，唔免300哦，你要我唔免啦哦，全部招四个新价钱哦，200。来一个啊！然后两要食港式萝卜糕无200块。哎，200哦。再两要食萝卜糕无菜头粿，这港式的这煎着做起来哦，恰恰起来。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有。200，大哥搞咩啊？拢有啊哦。有两要40看卖无？100了，试试看看。哎，100块。40看卖无？就100块。哎，100。够买100的无？40无要紧。来，你过一尾段先给我者，过一尾段。你三包金毛集中了，我要排一下，嘿，给你往过啊。我这边有你坐，来，加你注意，来坐下。你看那边吃鳕鱼哦，大碟，啊来了，我来讲啊，你要吃啥啊？放下我边。这是葱肉馅饼哦，美女，这是包内底有30粒，这比猪脚好吃，葱肉肠啊加猪肉，30粒装咧。
千千的就好啊，拢无卖无价，三百五包面，你要几包？你家己讲哦，一包了。来一包啊！一包钱啊！一包三块啊！你要几包？一包三块，你要几包？一包两包都没关系。很好吃哦，三包哟、哦，三包。个人要吃葱肉馅饼的无？谢谢。一百块了。一包。有啊。来，你遐收起来，我先袂算你。来，来要吃鳕鱼的无？算你这种大地啦，这种果林来的啦，才有写。这种面球水的算你啦，啊、哦，爱吃的卖，让你开一千啊，八百免让你开啊，五百上面吃的。哎，五百啊，来一个啊。算你啊，我来讲啦，我来算你，你别吵，我来讲话，讲这个多呀，多啊，你该来，我这头边是偌济算你啊，你甲我人家讲，我无甲你好笑，这个多登记是有伫我这边算你，没有讲多啊，这个多你甲讲，看我算你有信用无？你问伊了，你卖问我，五百了。哎，五百。这两地够送你，这两地够你。来一个啊。我一地卖你百几个白球水的哦，过年来的哦，这两地够你最好一个五百啦。五百。来一个啊。再选算你上面写五百块，过年来的鳕鱼。够我们讲算你的哦，五百块。哎，五百啊。用钱的用吹，青菜是煮啦。咱的算你绝对无你失望的啊。有啊吗？三百了。哎，三百啊。来，你吃着咧，小家庭的大，你卖三百了，真正咱的算你信用够好的。最好一个两百块上面写无。超前啊！超前啊 ！OK。我取消。靠下吧，不要破呀。OK， 谢谢。有人要吃这无？阿妈鱼的尾端。拢无包冰哦，这当然用煎的就好啊。这是本来你行一个上价无250块以上，你搞我煎这个10块嘛，唔免让你开1800、800，先加钱五百块。来五百啊！有人要吃阿妈鱼的尾端无？五百块无？五百。有人要加这个煎的无？这块阿爸鱼啊，我讲阮个啊，鲑鱼吼、哦，规只从头到尾啊，伊个部位无一个所在歹食啊，我无爱好上讲啊。今日你要食鲑鱼的人家，我讲阮听，五百你我你吃欢喜，500块人要食鲑鱼无？哎，500，人要给咱煎无？500块。来500。五百会加钱啊，啊无安尼啦，这块我送啊，这块我请你啊，啊无，这拢大地啊，这块够你啊，这块过来，来你听我讲，我先加钱啊，我搁加一条，这块够你，这块够你。炸鸡了嘛？哎、欸，炸鸡了。一箱了。哎、欸，无。来听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八人给，先给几个新娘？三百人。来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收钱啊！收钱啊！收几多？哎，两个三个呀。收几多？收钱就好了。来，两个。三百块。我找你了。两个呀。两个。报名起来不？来，多几千个票来啊！报得起。两个呀。几多块啊？两个呀。三百块，要签的无？三百。来，你先拿着，等一下我找你钱。放在沙发。行。你有没有条件莫走嘞？有买就不要走嘞，紧收起。咁对。对。也有啊。哎，拢好啊。今仔我关速度啊，吼。冰箱冰袂落，今仔我替你省钱啊，吼。冰箱冰袂落，卖勉强。同款只四块，你也都要买沙发，只有你搁冰起来，豆豆吃，你唔免搁来啊，吼、哦，唔免搁来，搁临港搁买安尼沙发，我今仔真正要上互你先加钱，200块落来。来两百啊，一个啊。有咩可买？只有我无咩无。哎，我两个。第二回了钱哦。我只买沙发，我只买沙发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对吧？有买沙发对吧？拢买啊，拢买再买。啊，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后壁拢买啊。那几个收六啊，行咯。六啊，六啊。好嘞，无。来啊，这话你讲哦。被暖出尿尿，鳕鱼，这个鳕鱼啊，鳕鱼可以啊，记者吧，哥哥，鳕鱼刚多少？鳕鱼菜刀5包吧，没啦，鸡腿排啊，菜是柠檬的啦，三块鸡要5包吗？可以，我放哪包？四块而已啊，五块，哥，要吃算你5包的不？来500哦，这阵我头前要来哦，大哥你搞咩啊？叫我煎的啦，真正好吃啊。我这算你没救水的啦，救水叫你起来，我冇见咯。OK， 好，来一千个，可以放我这里，冇见。谢谢。谢谢。最好就200上面无啊。哎，200啊，呀。还无我个正钱。200。哎，帅哥，我今日找牌子来，你忙个了嘞。干杯。你若无柠檬，我今日无，我今日来炸柠檬，我米也不会，还袂来啊。保证，保证，咱。哎、欸，我无炸嘞，你放生也无炸嘞，哎。阿爸，我带你去搞这边。放生无，你不要炸，姐不要炸。阿爸，我过来啊。哎呀，你今日要吃蛤蟆无啦？这蛤蟆过来嘛是咧卖卖，恁二十块啥物啊？今日食只，今日大盘大概食只啦。二十。这蛮好啦，二十块啊，你也可以啦。二十啦。
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后壁后壁。好，一个。